赛为大家介绍男方选手，来自加拿大，让我们欢迎 Derrick Ramey。 向前，接下来来自台湾，让我们欢迎 The Machine黄玉仁，尖叫声的代言。黄玉仁选手也是属于踢打摔地板全面性的选手，双方碰拳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距离抓得非常好，漂亮的抽腿，双方经过拳脚的短暂接触之后，男方选手现在双方再次进入打击的状态，那双方的速度都非常的快。男方选手很明显吃到重击的拳踢之后，身上整片都是红的。男方选手现在不断的把红方选手推向铁笼，进行短距离的袭击攻击。黄玉仁选手很漂亮，又转身又抢到一个好位置。漂亮的前手勾击反击，双方依旧在靠铁笼做了很多袭击的动作。双方经过互相拳击之后，目前又正进入站立对峙的状态。这场比赛进行的速度实在太快。漂亮的拳击，对，目前对手似乎有面部出血的情况，检查一下。再继续开始，两个
还有48秒，双方进入非常精彩的打击战。哇，黄玉仁选手 KO 了对手。Out in the first round here, Jeff the Machine Huang!